错，我们决定要飞往澳洲了。路易稍微的睡了一小会儿，但是阿瑟呢确实是非常坚决的，一点也睡不着，一点也不想睡。小哥今天翘了半天的班来接我们一起回家，我阿塞看到了爸爸别提多开心了。没办法了，路易，你只能牵我的手啦，因为爸爸的手已经满了。他们俩都真的今天太困了，来到澳大利亚第一天完全是在瞌睡中度过的。我就买了这么多的蔬菜。 You good?小心啊，不要撞到脑袋哦！嘣嘣嘣嘣嘣。OK, you're fine. 我马上就回家，就可以睡觉了哦。Tomorrow. 干嘛？瓦多林果。还有一个，这是谁？不要假装睡觉嘛！我知道你没有睡着啦。大家好，哇，看到没有，我已经换上吊带了，心里就是这么的暖和。然后你们可能会觉得很不习惯，因为我之前在国内，然后看我悉尼的朋友穿的衣服，我会觉得天哪，有这么热吗？真的很热。今天呢是阿萨第一天去学校，然后不是开学，开学的话再过两天，然后今天是先去做一个测试，就是学前考试。可能会考60分钟左右，那60分钟我就会带 Louis 在学校旁边转一转呀之类的。等他结束了之后呢，我们还有别的事情，等会儿跟你们去分享是什么事情。I'm asking you, are you ready for the assessment? Yeah. 他现在正在沉迷于音乐，无法自拔。你这样子，我带你去练钢琴喽。好吧。我小时候想要练钢琴，可不是这样的反应。我是真的要练钢琴吗？这样的反应。Why? No. 好吧，看来阿塞已经找到一个很不错的、积极开朗的陪练了。No, don't win. 我们要握着手。14. Hi, Arthur. Arthur, your turn. Hello. Hi. Hi. Hey. Round two. Hi.Hello, how are you going? Good, how are you? Is your name Arthur? It's really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s Mr. Sipple. Are you able to come and do a little bit of work with me? Ah, awesome. We'll be about 40, 45 if that's okay. Cool, good. Let's go. I'll come and I'll show you where my classroom is. 1, 2, 3, hug! Let's go for coffee and frappuccino. Frappuccino. What two? One for me, one for me.妈妈的，哥哥的我的。啊，冰淇淋。其实你要吃一块，对吗？那这个就一会儿就是我要吃一口，我要吃一口，最后哥哥的是圆的，那这个只剩下一点点了，可以吗？嘿嘿，下我手手。吃一遍。没有呀。你全都吃光了。在哪里？小玩具而已。那哥哥的是留给哥哥吃的，你不可以吃，知道吗 ？OK, high five. Okay, good. 很饿，很饿，很饿。他就很想要把哥哥这个吃掉，然后我就保护哥哥的这个。不要保护。那我要怎么办？买这个。一杯要2块钱呢。我要一个。你已经有一个了，在这儿被你吃掉了。没有。你刚刚就说我就吃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最后就完全没有了。是谁说的？不好吧 ？I ate all the donuts. Did you? He gave me a lot of donuts because I did a great job. I didn't do any mistakes. But now tell me what he asked about you. Almost everything.But those things I already know, so it's too easy. 今天呢，本琳达也邀请我们去她的店里坐一坐，所以考完试之后我们就过来了。好漂亮啊，他们的店。刚刚阿塞是帮我们导航导过来的，对不对？你看导航的。Hi, hello. 想不想吧？随便抽一个，然后看里面是什么东西。What's inside?Mini dishwash. Good, lucky us. 阿瑟刚刚抽到了一个 dishwash, 就是洗碗巾。
他就说他马上上学了，要自己带便当，他要自己洗便当里面。我要去跟朋友吃个午饭，是要直接到你了，马上就到了。Thank you. Thank you, I don't like it. Hello, 小朋友们。这个是一个小青的吗？这个是一个大青的。有好多好多 lipstick 吗？还好多颜色。那你今天有没有擦？一点。这个是我的 lipstick， 你要打开看一看颜色吗？妈妈看。你已经有一些在你脸上了。那这个是他们的新年礼盒，这个上面的花呢都是澳大利亚本土的花，是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这个盒子还蛮漂亮的。哇，有三个，对，是我喜欢的 bench spray， 是个 mini 版的，我有一个大的版本。然后阿萨应该会看，在外面玩一会儿。我自己最近在读的这本书就是一个法语版的，不是法语版，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一个女人的故事，作者是安妮埃尔诺的。然后我就看她的书的时候会觉得挺有代入感的，然后整本书也非常之薄，可能只有70几页，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薄的书。在我读书的时候，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你都没有给他三个纸就擦完了。是路易吗？是。天哪，地上怎么全是血呀？路易，你还好吗？给我看一下你。你还好吗？我去拿纸巾帮你擦一下，等一下啊。都没有擦完。OK， 我来弄，我来这边。谢谢你啊，你刚刚做的很到位。太多血了，你还好吗？还好，还好，就是有点害怕，对吧？嗯。我也要把这儿的水擦擦干净，对吗？辛苦你了，哥哥。最辛苦你了。我最辛苦啊。我觉得我都辛苦了。那个路易他刚刚起来，然后他流了好多好多好多鼻血，就是血也止不住，还是会流一些。我这个时候怎么处理比较好啊？就是硬硬的那个鼻梁，要让他躺着吗？还是坐着也可以吗？坐着。OK， 我换了衣服，因为要去朋友家游泳，他们家有个游泳池。哎，我是 baby， 你是小 baby 吗？快点准备要出去玩了，穿鞋吧。然后跟你们讲这个。如果你们能买到的话，请买这个。如果家里有地毯的话，刚刚路易就在这边，刚刚有一点血，但是我一用这个，我就用这个喷在上面，结果我现在还没有怎么擦，它就已经完全没有血迹了。小心啊，开车吧。我可以拍我自己吗？开吧。刚刚吃了一点晚饭，现在就在晚饭后的画画中。这是什么？这个也是笔吧？天哪，阿夏画的好复杂呀！路易，你没有水了吗？是不是？我水不到。你没有水了是不是？我水不到，哥哥。你不想要动吗？我水不到水。你甩不动吗？妈妈，我问路易，你还有水吗？他说我的甩不动。没有血了吧？意思？他脸上还有吗？我看见他还有，但是。还流出来了吗？他没有，只在鼻孔里面。那个他一直都有一些，他的鼻孔里，不用担心太多。
拜拜。豪德给所有担心路易的人一个小小的回答，就是路易现在的鼻子已经完全恢复了，没有再复发的迹象了。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